2023年东森美洲地产博览会结合美国华人建筑工会，分别在智能家居、社区环保绿化以及未来住家与城市规划部分，集结到多位全球顶尖的设计师与施工团队，呈现出充满创意的居住未来。前期是大家说啊，如果我想在后院加盖，那只有说像加盖一个传统的房屋。可是一体化的这个太空舱，其实你只要整个把它拼搭好以后，直接拉到后院去，它就一体成型了。而且它的外观是很现代、很时尚，很多年轻人很喜欢。而且它的造价非常低，所以呢，很多人说，哎，我如果我的后院够位置，我放一个，我可以当做书房，当做 pool house。或者当做一个比如说一个 guest house， 或者当做一个健身房，就是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所以说它可以用你花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钱就让你的房屋的面积进行一个扩大，而且你会多一个这个空间让你来使用定制灯具，还有定制木工，所有的地面装材，墙面的饰面，一些装饰性的酒架呀，一些灯牌呀、招牌呀，所有东西都是我们一起去考量，一起去设计，然后它的所有的物料是在一个地方一起集中，然后同时发货到这个工地现场。同时我们会为业主的这个建造方去绘制一套非常详尽的安装示意图，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很容易的去把所有东西把他们给拼装上去。此外，现场还设有多个免费咨询与互动区，分享多种投资房产的秘诀与注意事项。在住宅地产方面呢，现在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可以建 ADU， 而且呢，在州政府这边呢，已经在通过就是说 ADU 是可以分开来出售的这个法律。当然，这个到市政府跟 county 呢，会有一些根据市政府的 building code 再会做一些调整。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如果你有比较大的后院可以建 ADU 的话，是可以考虑和一些建商讨论一下，就是在建筑成本啊，还有将来的一个升值的一个价格上面都可以做一个估算。最近啊，就市场上比较有乱象，有些中介呢居然会跟买主拿了钱然后没有交出来，这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还有最近最大的一个诈骗，就是说最后你看你刚开始付个3%的定金，最后要汇款的时候，那你要全部汇进去，那可能有时候中介会跟你说汇到哪个账号，那千万千万要确定一下你到底要汇到哪个账号，你一定要亲自打电话到 ESCO 公司，因为那一开始就在那家公司，问清楚他的账号才可以汇钱，因为最近这样的诈欺案非常非常的多，这是大家要特别小心的。值得一提的是，多家知名建材供应商这次也没缺席，纷纷在现场推出限量优惠。我们应该是华人唯一一家拥有材料分销权和屋顶安装权的公司，所以在公司成立这5年里，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几千个屋顶 case， 所以而且我们每一个 case 都会给客户有10年的 warranty 的质保。其实我们的东西大概有800多万的样本了，所以是蛮夸张的，几乎就是一条龙。那蛮多客人呢不认识我们。等到他们认识呢，他们才发现，哎，你看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想的配的东西跟里面的设计呢配的东西蛮好的，所以这个如果他们不懂呢，最好来我们的店，我们就是免费的服务帮他们做，这个是还有样本可以给他们看。30寸的油烟机会有好几款，基本上会选择华人比较好的油烟机的是侧吸式的方台油烟机，那我们新力最强的会是接口计7505这个系列，现在我们的价格只要1099。如果你心力不是特别强的那一款，我们可以选择接口计750啊，这一款我们现在有黑五做了特价的活动，只要699哦，大家需要尽快来找我预定哦。啊，我们的保修政策是五年的保修，再加上额外3年的免费质保，总共合计我们有8年的保修，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不仅如此，博览会还请到多位业界专家进行主题演讲，分享未来建筑业的独到见解。每年的政府部门呢，差不多有$4 trillion的 buying power budget 每年，所以说呢，差不多有50万个呢，这种项目，有10万个这种政府的 agency 专门来，把这些钱花出去。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中国的大部分的建商呢，很少进入这个跑道、赛道或者领域。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会分享一下，这个市场和怎么样去进入这个市场。比方说，怎么样进入所谓他们的 qualified, certified, vetted vendors on the vendors list。2023年东森美洲地产博览会联手美国华人建筑工会，提供大洛杉矶华人一窥未来居住的可能性，感受科技和人文的完美结合，并且共同期待在未来每一个华人社区都能充满创意和美好生活。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